宝子们，大家好！今天主播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全新上架的一个儿童眼架，是我们李白同款的啊，李白同款啊，7322这个型号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那主播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啊。首先呢，我们这个架子呢，它这个衬片上面有一个网格设计，这个是专门用来给我们小孩子给我们家长呢，或者是我们配件人员去给小孩子点童膏或者点童具的。那这样来说，对于大家来说都非常的方便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这个点出来童膏童具都是非常精准的啊，它是有一个 Vision Plus 的一个技术的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主播现在也浅浅的带一下，这个是儿童款的啊，一个透明灰的一个闪亮效果，主播个人也非常喜欢啊。好啊，再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个鼻托它是用的硅胶奶嘴材质，非常的 Q 弹舒适，一点都不压鼻梁啊，非常的 Q 弹舒适啊。而且我们这个都是可以用胶棒去给它取出来的，胶棒取出它不是一体式，它都是可以自由可以拆卸的哦。好。然后还有一个就在于它的一个胶链设计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个胶链是用 TPE 的一个胶链，记忆胶链啊，它都是可以有延展性的，看到吗？它都是可以这样360度弯折，一点都变形的啊，所以宝宝们戴起来非常非常 Q 弹舒适的同时也不怕它断裂，看到吗？它都是韧性都非常非常强的啊。那还有一个就在于它的进退上面，它都是可以气囊可以调节，看到吗？这个地方用胶棒去点一下之后啊，去戳出来，这个地方取出来之后，这个地方都可以根据小孩子的脸部大小自由去灵活调节的啊。所以这个架子的功能性啊非常非常强，主播个人也非常推荐。而且这个架子它是用的 EMS 料的啊，非常 Q 弹舒适轻弹，无毒无伤害，非常环保的一个材质啊。